士課程。護士課程？你千祈唔好搞錯。咩嘢搞錯？啊，我好多教會都有㗎，唔讀個訓練課程有嘅啫。因為揾翻呢間嚟嘅教會都有。啊，上堂啦。上課啦。背下聖經啦。背聖經。啊，分享下啦。分享啦。放學咯。放學啦。乜都唔記得曬咯。什麼都忘了。呢個唔係唔讀訓練。這個不是門徒訓練。門徒訓練係實實在在帶住。門徒訓練是實實在在帶的。啊，一個新嘅信徒。新的信徒。一齊經歷神。一起來經歷神。一齊傳福音。一起来成功，一起去失败，一起来失败，一起去成功，一起来成功，呢个先才是真真正正嘅门徒训练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门徒训练。我哋要为着我哋嘅弟兄姊妹成长感谢，我们为着我们弟兄姐妹的成长感谢，谁是上帝嘅恩典，是不是上帝嘅恩典？我哋为着弟兄姊妹嘅成长感恩，我们为着弟兄姐妹的成长感恩，呢个系旧约嘅感恩嘅意义，这个是旧约感恩的意义，呢个都系新约感恩嘅意义。也是新約感恩的意義。盼望我哋呢個感恩節，盼望在這個情感恩節喺感謝神嘅當中，在感謝神的當中思想，思想新嘅一年，新的一年嘅方向，個方向嘅目標，目標嚟齊祈禱。我們一起祈禱。天父上帝，我哋獻上滿心嘅感謝。天父上帝，我們獻上滿心的感謝。有弟兄姊妹嘅感恩，啊，弟兄姐妹的感恩，見到你嘅作為。见到你的作为，我们深深相信，我们深深的相信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与我们同在。虽然眼看得很少人，虽然眼看得很少人，但我们实在看到你的作为，但是我们实在看到你的作为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在在这个建立神的国度的事情上面，在这个建立神的国度的事情上面，我们勇往直前，我们勇往向前，我们做基督的精兵，做基督的精兵，跟随主耶稣的带领，跟随主耶稣的带领，我们打美好的仗，打美好的仗，垂听佢嘅祷告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主耶稣的名求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唱呢首回应诗歌，我们一起唱这个回应的诗歌。
起立，唱三一中。三三二中。从今时直到永远，阿门。请坐。请坐。我嘅家事分享。家事分享。啊，十一月嘅经啊，背嘅经文系以赛亚书七章六节。啊，十一月背嘅经文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。七章。七章。七章。九章六节，七章。九章。九章。九章六节 ，sorry。九章六节。因为一婴孩为我们而生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，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和平的君。午餐之后，聚会之后，请大家留步啊！我哋有午餐噶嘛？这个散会之后，我们有午餐。啊，有样嘢冇打上去嘅吓，我哋上个礼拜嘅鞋盒总共攞咗24盒。啊，上礼拜我们的鞋盒是有24盒。Yeah, 多谢大家的爱心。谢谢大家的爱心。亦都多谢兰姐的辛苦。也多谢兰姐的辛苦。啊，让上帝赐福呢啲鞋盒。让上帝赐福这些鞋盒。能够接触更多嘅人。接触更多的人。天气转冷啦。天气转冷啦。啊，所以弟兄姊妹实在需要注意身体健康。啊，弟兄姊妹要注意身体健康。啊，早上啊30几度。早上30多度，中午的时候60度，中午是50-60度，夜晚又30几度，晚上又30多度，实在要小心穿着衫，实在要小心多穿衣服。我们为台湾为乌克兰继续祷告，我们为台湾为乌克兰祷告，也都为到佛罗里达的风灾祷告，我们为佛罗里达的风灾祷告。有什么祷告事项漏了的？会有什么祷告的事项要补充的？最近有什么事情？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？阿凡生凡太咧，我哋有去探我，我同我媽媽有去探佢。我見阿凡先生嘅精神好好。好好，感謝主，謝謝，多謝你，康復得好快。多謝你，多謝你，謝謝，感謝。阿凡先生康復得好，我都打個電話俾佢，好精神，把聲好好，感謝主，佢都康復得好好嘅。我實在為教會嘅長者禱告嚇，我哋阿四哥跌過，阿Susan又跌過，阿凡生又跌過，實在真係小心，尤其是即係呢個時候。我们又为你讲的弟兄姐妹祷告，好像范先生啊、苏贤啊、世博他们都不小心跌了，我们又为他祷告。为我们尤其是长者啊，为长者来祷告。好，冇嘅咧，我哋做一个结束祷告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哋存着满心嘅感谢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存着满心的感谢。因我哋嘅爱。将你的爱，我哋学习彼此相爱。我们学习彼此相爱。虽然我哋完全，虽然我们不完全，但系你眼中我哋却算完全。在你的眼中，我们是完全的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嘅缘故。因为主耶稣的缘故。我哋喺你眼中系圣洁。我们在你的眼中是圣洁的。我哋喺地上。我们在地上。过一个合乎你嘅心意嘅生活。过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，使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，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，亦都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，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。好快新的一年又开始，好快新的一年要开始，给我们新的一年，给我们新的一年做得更好，做得更好。明年我们有更美好的感恩，明年我们有更美好的感恩。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奉主耶稣名求。阿门，阿门。请大家休息一下哈。中餐的大概10:35左右。好，大家休息一下，中餐的10:15到关就送到了。我有啲鮮辣同埋燒肉，加咗水，你幫我攞幾碗麻煩你啦，唔該你。